你唱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我们背对背拥抱，难用沉默在咆哮，又白又干又难听，发力点的都在嗓子。那么 Amy 老师呢，今天教大家两个小方法，让你的唱歌好听百倍。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每天跟着老师一起来练习哦。第一个，我们可以找一支笔，然后轻轻的把它咬住，然后啊，我们发一个啊。我们把这个感觉呢带入到歌曲当中啊。好，我们练习完了之后呢，我们的声音呢就会变得啊比较通透，我们的内口腔呢也是打开的一个状态。OK， 我们第二个呢发呼跟嘶的音，我们可以把脖子呢放松，头往下低，低到不能低为止，然后我们发一个呼跟嘶啊，这样呢可以找到我们正确的发力点啊。我们记住这个感觉，我们再来唱歌。好，我们再把头抬起来啊，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。好，我们记住这个感觉之后呢，我们唱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背对背拥抱，滥用沉默在咆哮。OK， 大家学会了吗？那么喜欢 Amy 老师的呢，我们可以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哦。